出奶呢？刷了两次啊！黄小黄，哎呀妈呀！我天哪，哥，你给我吓的！你干啥一惊一乍的？你干啥呢？我掏心博士呢。掏心博士？现在盗窃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？你那耳朵咋长的呀？掏心博士，掏凹掏。掏心博士？那，心博士是掏出来的。你是哪个世纪来的人啊？现在每个人都有个手机，上面有个 APP， 一扫咔嚓，心博士掉下来了。大傻子你！我的妈呀，这咋给你嘚瑟的？谁不知道扫？谁不知道扫？我扫了，我扫了。你手里拿的啥？心博士啊，牛在身边，奶更新鲜，我就爱喝它哟。你想，哎。我说你有了仙博士还在这掏，你是不是喝酱油撒酒疯？你闲的、哎、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？我吧扫了两次他就下来一瓶，那一瓶他就死活不下来，所以我才掏嘛。来，你帮帮我。你等会儿，你说是机器坏了？那我试试。呀，我的仙博士，哎，我的仙博士，我等会儿。你有病啊！刚才我扫的掉下来的是我的。不是哥，你还是没听明白，我扫了两次就下来一瓶儿，这一瓶儿它也是我的，你扫的那瓶儿得卡里了，在后面呢。走吧，走吧。你啥意思啊？你不会以为这瓶是你的，我想赖你这瓶吧？你这不废话吗？我扫的，你愿意拿走你拿走，我送给你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啥叫我愿意拿走？我自己花钱买的，那合着我拿我自己的奶，我还得谢谢你呗？不客气，算了。谁跟你俩客气了？不，我说不明白了是吧？这样。我刚刷了两次，不信你看啊，我给你看看这消费记录。我看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看看。关机了。没电了。这玩意儿也可以设计吗？我的妈哟，谁设计了？我还真说不明。你这样，你这上不有客服电话吗？你打一个啊。刚才我打占线，你打，你问他我是不是刚才有一瓶奶，我打什么热线电话？你打一个，你打一个，你不能不相信我。我不打，我打这玩意儿干嘛呀？你打不打？你不打，我打你，你信不信？今天三八妇女节吗？今天我真的服了。多少电话？这我还说不明白了。你问他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就，喂，哎，请问是辉山乳业吗？啊，是这样，好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哎，说明白了是不是？占线。占线，你说你怎么话？我们是暖男，我们有素质。啊，那合着说我没素质呗？我没说啊，你说的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郭哥，我黄小黄。你去小区打听打听，我至于为了一瓶奶我在这跟你啊？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？你看不起我了是不是啊？我过分？哎，大伙都看见了，我这扫了一下，完了后奶下来了，成了你的了，然后我还没事儿啊。我这也有什么付款记录？你看呀，一瓶没下来，你那瓶你这阿姨，你有完没完？阿姨，你们别吵了。你们千万不能离婚啊！如果要是你们离婚了，孩子就是单亲家庭了，这对他的学习和生活有很大的影响。这瓶仙博士给你们喝，再见。听话，别吵了，再见。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他该不会以为我是你媳妇儿吧？你看你那个熊样还想得到我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你头顶上顶个放大镜，谁能看得上你呀？我的天哪，你还放大镜就是放大你这种丑恶的面孔。不用跟我讲那些。
还是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你在这等着，你别走，我回家充电去，我让你看看。你站住，这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黄远黄是啥人，你打听打听去。你还跟我俩系个漏了，你等着。你们耳鸣了没有？他走了以后，是不是世界都安静了？大伙儿给评评这个理，是不是我扫了一下码？奶是不是我的？人气我不气，气兵无人替。不能生气，算了。那不行啊，那我还得买一个，要不然回去跟媳妇儿没法交代呀。哎，再来一瓶。博士呢？哎，这机器是不是坏了？坏了！哎呀，那黄小黄说的对呀，咱冤枉人家了。黄小黄肯定回家充电去了。哎呀，这什么破机器呀？这是啊！哎，张敏亮，张敏亮，哎呀，你放心，我这就给你买奶奶，我知道。你不就爱喝那个辉山鲜博士牛在身边奶更新鲜吗？放心，我这就给你买啊！我到机器旁边了。哈哈，给小米粒录个视频。我的鲜博士，我的鲜博士，哎，我的鲜，哎，我的鲜博士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刚才我买的，我也买了。你看，我这有付款记录。我这也有付款记录啊。你看那是什么？什么？人家看，小样还玩这招。我抢不过你，但是咱俩讲理好不好？妈呀，这时候你开始讲理了。你是不是这个小区的？是啊。刚才黄小黄在这儿啊，他扫了两下，哎呀，那瓶没出来。我扫了一下，那瓶出来了。炸哈，然后炸哈什么？你吃过火锅没有？这火锅肉熟了以后，一个人一个人吃。黄小黄先吃，完了我拿筷子等着，完了我吃，完了再你，你明白了吗？你吃过火锅没有？没有啊。那你买什么奶啊？我大概明白了啊。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？就是说我要想喝奶，就得再等一个人。对呀，然后再抢。干嘛要抢？你就跟他说火锅这事儿。我记不住。那你就听我的。行，我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听你的。来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来来来，看来你是不相信我是吧？啊，来，这有客服电话，你不相信我，打客服电话好不好？我才不打呢！哎，你打，我不打，必须打，我不打，你不打我打你。哎，打！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不打？我打战线，那我俩就不战线呢？对呀，所以说你听我的嘛。还漂亮。哎，那真的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哎，你看那边什么？什么？小样的，真有意思。两瓶奶没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还得买一个，要不买就回家没法交代啊。完了，我媳妇说你花了三瓶奶，买了一瓶回来，我在路上得捡两个空罐，我收破烂的我。不行，还得买。我今天就不相信了。你的余额已不足。没钱了。你说今天这是不是倒霉透了？哎呀，我真是服了，回家吧。不过这倒没事儿，待会儿啊给客服打电话，就说我没拿着奶，到时候人家会把钱退给我的。全变成奶了。哎呀，这机器啊，你是我爹呀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这干啥呀？这是
漂亮，干这么大事了都啊？干什么大的？不是，我想知道这是哪个傻子又让你忽悠了？我就是那个大傻子。哦，这么说你是得手了？得什么手？你刚才走了以后，我就跟这机器赌气，我就叭叭叭叭扫了好几次，完了都不出来，我一转身它全出来了。编，再编。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你看我，我这都已经摆着了，你说说我怎么相信？看我的付款记录。哎，行，我不看。看我付款记录。我不看，我必须看。我没电了，关机了。哎，你这个玩意儿怎么设计的呢？你这是？太好了，报应啊！行，大哥，你上一边报应去吧，我还得买奶呢。哎。你买我的，刚出来的，现场销赃啊！销什么赃？太狂妄了！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我信。你看你那样就不信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信。你再诚恳点。我信。我不信。你爱信不信？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别整那个，你听我的，你不是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强买强卖。行，我给你说便宜点。你在这儿就好，手机充满电了，你来看看我是不是有这个付款记录。你别走，黄小华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在哪儿充的电，帮我充上。什么是从哪儿？不是，不说了，你来的正是。对不起，黄小华。你咋了？我刚才冤枉你了，这个机器确实是坏的，那个奶你是对的，你是明白了吧？就给我过去了。什么？来，不，你帮我做个证。他冤枉我，他说我。得手了，对，来来，怎么的？来，明白了吧？你被人冤枉了。对他冤枉我，你给我做个证。哦，黄小黄，听着啊，黄小黄，这个机器是不是坏了？坏了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的妈！你，黄小黄，你刚才拿的那个奶是不是我花的钱？你可不要瞎说。你瞅瞅，你这哎呀，我自己买的奶呀，你看我这里有消费记录的。你看，人家这有，他没有，咱俩是一个小区的吗？就是什么一个小区？我也是这个小区的。谁？你不要相信他，你一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你是我们小区的吗？老米，老米是我姐，老范是我姐夫。不是，老米老范的那去，你等会儿。老米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姐。你认识小米粒吗？你这不废话吗？我外甥女儿从小抱大的。哎呀！小姨夫，哎呀呀呀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谁呀？啊，那个，我是小米粒工作室里的员工。那边小姨夫，你过来。这么的啊，今天这事儿就当我啥也没看着。一会儿我给你圆谎，给你圆过去。圆什么谎？我就没撒谎。不是，来，你来。你干啥？你怎么回事？帮我证个名都不行，我现在都没脸了。哎呦，这个时候要脸了？咱俩冤枉我的时候，你给我脸了吗？是，咱俩的时候可以不要脸。谁不要脸了？你怎么净听半截话呀？我给你赔礼道歉了，我认为你是个好人。另外，我刚才给你脸，你不要啊？你怎么明着骂人呢？你呀、啊？我骂他了吗？嗯，有点。你就帮我解释一下，你就说实话就行，不行吗？我现在被冤枉死了。行，你现在被冤枉了，你知道被冤枉的感觉了？嗯。那你说说吧，被冤枉是啥感觉呀？哎呀，离他远点。咋样？咽下去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你是冤枉着了。那帮我说说吧，我求你了。那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人与人之间，它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信任你，信任我。行，过来吧都。啊，听。通知一件事啊，由于仙博士销量太好，后台拥堵，出货延迟。不过大家不要着急，员工正在解决，不会差数的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街坊邻居听见没有？啊、这搁这像狗熊蹭树似的，搁这干啥呢？你不了解他，出场你就知道，他这人就这样啊。小姨夫，谁？在这儿呢，小姨夫。
小姨夫，听见没有？对不起，我刚才误会你了。那真的，这些奶我全买了，全给我。你买我还不卖呢，黄小华。你过来，谢谢你帮我澄清这件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是对不起你，我冤枉了你。我现在才知道被人冤枉是多么难受。为了表达我的心情，这些奶我全送给你。我还不要呢。你看你那个样，长得那么好看。那这样好不好啊？我们把它送给街坊邻居呗。借花献佛呀！哎，来吧。行，来，你再拿点。好好好好好，来来，姑娘，送给你俩，给你一个。哎呦，还有这接着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解开了，大家也高兴了，咱们各回各家吧。好，行，等会儿。咋了？我给我媳妇还没买奶呢。那你买呀。没电了，也没钱了。这个小米粒啊，我感觉啊，这个合同我不能签呐，这个玩意儿不行啊，我得快点走啊。黄小花，我好看吗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晚了。刚才谁拿我奶了？刚才给了你两瓶，姑娘，匀给我一个。我跟你说，不是，哎哎，你别走。